谢谢大家的这个讨论跟肯定哈。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兴趣很广哈，那我是有团队精神的人，所以就未来的角色哈，大家哈就再给哈，包括这个新的政府一点时间哈，那所以敬请期待了哈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民给我们这个民意的支持。那我们要很快速的能够来回应社会的期待，那在新的政府组成啊的初期，能够多给一点空间啊，让他们去这个发挥啊，那能够来实现政见哦，来那您自己。